简直不要太爽。嗯，好像挺轻松的呀。好酸啊，好酸啊，好酸啊，好酸，好酸，好酸啊，有一种甩肉的感觉。甩肉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大家好，我也是小新。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于4月13日至18日在海南海口举行。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新奇好物呢？小新带你去打卡。哎，奥迪姐，你觉得未来家居生活会怎么样的呢？会不会是科技感满满呢？走，姐带你回家看看。小玉管家，我回家了。我在呢。打开窗帘，灯全开。好啊。啊，回家我就可以瘫在这里，不用动，但我要动嘴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奥迪姐，你家能 K 歌吗？必须有啊，安排。小玉管家，我在。K 歌。既然事物一定有转弯。弟弟，最近是不是月半了？没有吧？敢上秤不？上就上呢。走。我上秤了。把你拍的瘦一点。我现在已经称完了，我现在要用我的手机去看我的结果。我觉得会有惊喜哦。我看起来我问题好多呀。那我们是不是得去改善一下？那我现在去燃烧我的卡路里了。哇、好像挺轻松的呀。那肯定啊。是不是他把那个力量调得太小了？哪有啊，硬邦邦的呢。干啥呢弟弟？看重了，看重了，放点气。偷偷减重呢。气啊 ,OK,OK,OK。哦哟，好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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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觉得好累啊。姐知道一个缓解疲劳的宝贝。哦，养生局安排。神奇的地方呢，就是可以检测您身上酸痛的位置啊，比如说肩膀酸啊，还是腰背比较酸。检测出来之后呢，它还会去细分到你酸痛的一个程度是轻度的、是中度的还是重度的。最后呢，再根据检测出的一个结果，会给我们推送适合我们的按摩自动程序。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。现在我的那个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可以看到我的肩颈那一部分是重度疲劳，可能是因为我刚刚运动的原因啊。我现在呢，他已经为我生成了一个那个按摩方案。哇，他在按我的腰，有一种甩肉的感觉。甩肉的感觉，家人们，这酸爽舒服的感觉谁懂啊？感觉你按摩完可以再去拍3小时。展品哪件最想带回家呢？我每一件都想带回家。哎，不说了，我要赶紧回去剪片了。拜拜拜拜。本期体验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